治灰指甲的药伤肝吗？很多老百姓都是说，我一说啊，你这是灰指甲，这是个甲癣，就是咱们俗称的灰指甲，你得吃药治疗。很多人就说，哎呦，这不能吃药，这个药伤肝。有的人说这个药伤肾。其实现在咱们治疗灰指甲的这些口服药，出现这种不良反应的几率极低极低的啊。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顾虑呢？因为最早咱们治疗灰指甲的药叫什么？叫辉煌霉素。这个辉煌霉素出现甲功损伤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，所以呢，就是最早治疗灰指甲的人很多都吃坏了肝了，所以呢，他就是根深蒂固的认为，哎呦，这个药就是伤肝啊，甚至说有的人说这个药就是伤肾。其实现在的这个有出现的极少极少的，所以呢，大家不用恐惧这个药物的这个不良反应。如果说是我们慎重一点，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查一下肝功就 OK 了。